欢迎收看 MOMF TV， 我是健身教练 John。 今天要带大家做的动作是划船动作，脚往前踏，然后身子拉紧，稍微向后仰。好，躺下，吐气的时候手肘往后拉，把自己身体带起来。好，吸气的时候再慢慢躺回去，然后注意屁股夹紧，肚子用力，配合呼吸，吐气拉起来，吸气慢慢放下去。OK， 然后边感受到你后背在出力，吐气，手肘往后拉，吸气慢慢下放。来，再5个，很好，4个，3个，2个，好，来最后一个，吐气 ，OK， 休息。